去。我儿子现在出事了，我们夫妻冒着风雨想来拜托你帮忙，你一下子就推得一干二净。你这么做还敢说你把我当成亲兄弟吗？
做哪里租吗？我们又有话说了，到时候你妈跟伯母又吵着没完。就算这样，我也会一肩扛下。为了孩子，就算被伯母骂、被妈埋怨，我都不怕。文静，我求你，能不能拜托你，你去跟妈说，她可不可以答应我们收养冠军？文静。